这是点野景哦，野景原生态的，看见有点可以。我们走点那个桥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余光阿林。这儿水声好大啊，我今天和胖哥一路，现在正在过那个碧北和那个，这是胖哥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野景，也就是那种原生态的景色。这里还可以，我们身后这里还有一个落差比较高的位置，是那个地方，就在后面这里还有一个落差，那前面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刚才拍的地方。在下面这里景色还好看一点，你想坐个叫鱼红楼，云都可以嘛，可以哈。我来了，有人钓过的，有人钓过的啊，有那起起脚了哦。我得看看是弄个什么钓来的哈。可以那个。一百盒，完了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的。看到这里，这里一片。胖哥负责飞无人机，刚才他飞无人机的时候跟我说哈，他说他前面点还有个这种类似的滩口，也就像这种落差比较大的那种滩口啊，是不是胖哥？就在前面那一点点，我们从刚才过了那个桥那边走过去，走继续前进，可能只有1公里远左右。这个水声太大了，给拍一下那一个滩口。这个原生态的看起确实安逸，走稳了，胖哥要过那个独木桥喽。今儿胖哥负责飞无人机，我负责拍风景，把最原生态的景色分享给大家。我们继续出发，要过那个石头登子了，问一下胖哥。啊，完了，对，这香肠哦，好安逸哦。
哎，胖哥说，他身体好不？真的很。这是厉害吗？这个必北河啊，就是在这个公路边，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公路那么过来的，那儿还很好靠车，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就可以开到这个公路边边。我们刚刚去的那个看起像瀑布一样那个滩口啊，就是在这个公路边，你输入导航的话输那个烟湖滩，哎，烟河的烟，那个烟湖滩，那个滩口的话就在这个公路的旁边，这儿还很好停车，如果开车的话就开这儿停到的，就可以从那边走过去三两分钟，开这儿停到的可以听到水声。我们现在继续去看前面那个位置。哦吼，限高杆儿挡到了，这个大货车过不到了的吧。那个货车有点重哦，那个货车起码拉个40吨吧，哥，胖哥。哎，隔得很近了，就在这了。我刚才在无人机看到的就是那个位置。老子那个位置是的话，如果是下了大雨的话，还就比那片要舒服些哈。走近点看。老人家，那个摊子喊你个啥子名字？老叔。我不是那儿的人。你不是那儿的人喽？我是高头发地的人。哦。哎，这个位置看起就不错了。如果是下了大雨的话，气势磅礴，还可以。我和胖哥走到那个瀑布的上方去看看。胖哥带队。这个位置比刚才那个位置看起来漂亮些。走近了看就是这个样子了，非常的不错。这儿那个落差大概可能，哎，那儿落差有20米哦哈，有20米的落差。下面形成一个深潭，大家一个补给点站，不错不错。我们看着胖哥，胖哥把他手机拿出来，他要拍景色了。嘿嘿嘿，可以可以，非常不错。老规矩，我们还是。来航拍一下，这个航拍的看得出效果。在重叠那一刹，顷刻。
在一方，缘分随风飘荡，缘尽此生也守望，你我在凝望那一刹，心中拜拜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先到这里，有一番话的时间，我再讲两遍，同时有朋友。